拜拜遇到哪种人最让人受不了呢？他说你后面哦跟了一些人，这一些呢是专门就是来讨债的，计公计生。你看到我那个朋友就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前几世啊，有一世你是计公的计生。他一共演演化前世今生啊，嗯，然后你前世哦是计公赛，我前世是在哎呀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正三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